记录正能量艺人肖战一起向阳而生。想必小伙伴们都看了肖战新品发布会了吧，小编刷了刷评论区，全网观众都用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词，治愈，各种弹幕都散发着甜甜的味道。艺人肖战的状态确实是让人太惊艳了，不少观众直言随便一处视频截图都是暖男，都好好看。其实先不说御用这个说法，细看他的个人平台，主持过很多艺人的活动，可以说是一个业务能力极强的主持人了。与肖战多次合作，熟悉面孔当然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了。其实小伙伴们都不用羡慕，现在的我们也是和肖战一同走过来的，不管外界如何，我们一起努力，顶峰相见吧。全文完。